到底这個问题，咱就来问赵少康。咱的这演情表演，你为在台中会使地方上是有头有面的人物啦吼。啊，大家妈祖庙，妈祖庙，妈祖伯乐，大家妈祖伯完了就灵下吼。啊，背后的饼听讲袂水啦吼。那你觉得立委们真的是遮着黑道在养吗？一分钟你来答，计时开始。黑道现在都自己选立委了，那他何必还要再养立委呢？是不是？你看我们今天严清标，对不对？严清标立委，他需要别人养吗？他这个汉草这么大一只，他是自己养自己的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是这个意思。你讲话可细腻，我听见你肚皮，你讲意思安怎？他自己养自己的，高仔。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针对今天这个话题，是不是？我们就举一个例子，森林里面就是狮子。狮子有一首歌，大狮王想前进，森林里不是。大狮王想前进，森林里团团转。朋友们要吃饭，他把大家都吃光。时间到，多打歌时间到。我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狮子它就是森林里面的黑道。把你攻击骨头，他看到很怕，他不是他打断我，他看到那个羚羊，他很想吃，他肚子饿，他就把它直接吃掉。所以说严清标他就是狮子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看他那个体型就知道，他是大象，大象社会上有安定的一个力量，对不对？大家说黑，他是不是很黑？他的确是非常的黑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好心尴尬，好。这个严清标，我要指正立，不，这个赵丢秀刚刚我要指正立立哈。我说他黑，但是后面如果没有讲的话，会不会惹来一些？他什么代志啊？对不？他很黑的原因是因为三甲阿炳骂一直在保护着他，所以说被你哎，三甲，你跟我不行的东西啦，有没有很清楚？简单的，对，有这样子，性命危险，对，所以说阿炳骂，阿炳骂做保护的嘛，所以说严清标就是很黑，是这个意思，是。人拢讲啊，哦，起码民嘴治国了哈，最可怕的是这张嘴啊哈，啊，民嘴才是黑道吗？你感觉安呢？那名嘴是黑道，你刚刚被安怎改善？活动就是黑道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这个意思。技术关系主持人，刚刚现在代志，来来，你开始，技术开始。我是刚刚讲，咱今日这一开始这题目啊，这什么吕彦泽啊，讲什么这什么黑道这。题目大家都知道，不要再报一次。很多立委都黑道的，我感觉这吕彦泽想无好道。我跟你讲，我偏伊只艰苦囡啊，啊艰苦囡啥？咱老实讲啦，那像你吕彦泽，你读册读甲悬呐。所以你都唔知道其他的代志，因你脑海里只有书。啊，我甲你讲哦，有一句话就是讲，有册好读，是啥物去做唔正囡仔、歹囡仔，是不是？我就是像你艰苦，所以我以前少年的时候我较唔捌代志，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啥？我为马祖伯的这个信用，我绝对是挺马祖伯的。因为咱每一个人，咱有当时啊吼，咱家己要有一个信用。然后信用的时阵呢，你这个人袂去乌白来。先人拍过有时错，擦波打叉下人无。哎，你嘛听过这句话？哎，恭喜人股东，更使拖十秒去。对，但是我要甲大家讲的，就是讲，唔是讲啊，我甲讲，我本身嘛，以前囡仔差不多乱啦。无啦，你变博杯嘛？无啦，变博啦，博啥？这变，我是甲大家讲啊，哎，给你，色彩乌多，色彩白多，我色彩真济，但是我真正拢是一票一票拜托来，迄是我为人民咧倒做代志，安尼感谢。感谢！Thank you.